女人过了40岁，就别用泡泡染染头发了，建议女生染发，用护染膏。如果你开始长白发了，听我的，用这个。就是这个宝贝，不用调，不用配，就这样挤出来，和洗头一样揉搓均匀，再用清水洗掉，颜色自然又亮丽。就是这款植物调了型的染发剂啊，你看它挤出来呢，都是这种双色的膏体，看到没有，晶莹剔透的。使用方法也非常简单，咱们呀直接给它干发上头揉搓就行了。它是植物萃取的，哪怕你使劲揉使劲搓，它呢都是不粘头皮的。来，你看一下，头皮还是白白的，干干净净的。这个就是我刚刚染好的黑茶色了。来，咱们先看一下头皮，是干干净净白白的。再看一下发质，丝丝滑滑，柔顺不打结。而且呀，看到了吧，脸上的边边角角还是白白的，一点不会有残留。这个就是我们的染发膏了。想要同款染发膏的哥哥姐姐呢，点头像来我直播间吧。